场，我是阿关，关我什么事？投资大小事，关我什么事？理财新趋势。昨天美国道琼斯大跌，崩盘大跌605点，但台股只有跌42点，实在是有够厉害哈、哦。那么指数收在21565点，成交量4134亿。如果是从周线的角度来看，周线蛮漂亮的，是连五红，连续五根红 K 棒，这个礼拜再涨306点。那么回到盘面来看，在今天中流砥柱是谁呢？第一个是 AIPC， 宏基股价创下13年新高了。另外低价铜板股人气蛮旺的，有33档亮灯涨停板。同时海运股，特别是阳明万海的法说会非常乐观，随货柜三雄在今天涨超过3%，是撑盘要角。我们稍后来做解读。先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邀请到财经系教授段昌文老师。阿关好，大家好。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兴。阿关好，大家好。财经专家张成威。阿关好，大家好。我们投资总监蔡明章。大家好。邀请到财经专家来见宪哥。阿关好，大家好。好，我们先来讲美股为什么大跌，然后再来讨论台股为什么没有受到美股影响。过去是美股跌，台股就会跟着联动，为什么现在脱钩呢？我们先来讲大跌的原因。好，第一个凶手呢？是 Fed 吗？ 好的经济数据，却是美股的坏消息，因为会强化 FED 的鹰派立场。哦，昨天呢、啊，标普呢，它公布了这个全球制造业、服务业的 PMI。有关美国的部分，大家一看吓傻，美国的 PMI 哈、哦，用2年来最大的速度成长。哦、我们看这个图在右边这个地方哈，我们看高凯温暖雕塑，高凯哈，来我们来看，哎，是不是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往上攻坚、啊？对，我们先看一下哈，上面呢、啊比较高的这个叫做服务业的 PMI， 当然这个是初值啊，54.8，预期只有51.2，那一年来的最高哎、欸，12个月新高，对啊。然后呢，制造业大家想说制造业可能下去了，但是出来的 PMI 呢是50.9，高于预期的50，创2个月的一个高点。我们特别讲哈，制造业的 PMI 透露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说美国现在制造业投入的成本，比如说这些原物料啦、人工成本啦、各方面啦，开始反弹。那这个反弹之后呢，过了几个月，它会出现一个现象。哦，整个产出的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哇，价格也不可能低嘛，是会，因为你成本，因为源头就已经涨了嘛，所以你的产品你开始涨价，涨价了以后呢，这个通膨呢下不来，这个数据一看，哇，哪行呢？看大坏的很坏的消息嘛。好，来综合 PMI， 来五月份的综合 PMI 初值54.4，也是创2022年4月以来的新高，高于预期的51.1，高于前值的51.3。所以不管是制造业、服务业还是综合 PMI， 都超乎预期的好哎、欸。再过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美国初领失业救济金，就业市场也很好，就是失业了哈，而且领救济金了哈。它降到了去年九月以来的一个低点，你看那个左边那个图啊，凹来，你只要是初领失业救济金啊，那个曲线是往下的哦，那对美国股市也是坏消息哦，经济是好消息啦，股市是坏消息。我们的逻辑要搞清。为什么股市是坏消息？是因为经济这么好，通膨降不下来，那么降息就会遥遥无期。我们回到新闻来看，所以我们刚开始说，到底谁是凶手？因为 Fed 很有可能未来降息还有的等呢。现在大家说 Fed 叫做阴气逼人，这个阴气就是让美股重挫最主要的关键。对，难怪有人说，哎呀，辉达好厉害啊，全世界都看你这一档股票。哎，对不起，美国股市不是这样。独木难撑大厦，辉达是独木嘛，刚后年嘛，一张 K 开才被砸趴嘛，1000块美金嘛，照道理美国股市都要提振，你先前哦，辉达的财报还没有公布的时候，是不是全村人的希望？大家拢在赌这赌嘛，哦，你辉达的财报之后，我股票会跟着拉上来，但是整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啊，系统是大厦嘛。啊，那个辉达是一根柱子而已嘛，撑不住嘛。你看道琼啊，血染的600多点。我告诉你哈，道琼斯昨天出现多少？去年3月以来，不是那个美国那个矽谷银行的危机以来，哈，一年多，这过了一年多，最大的跌点就在昨天，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我们讲汇办，好，因为辉达虽然很厉害，你看那个图走势图，一开盘的时候汇办是涨了快3%。但最后它没什么跌，但是也翻黑，
留了非常长的上影线，所以说赌木难撑大虾吗？你撑不了啊，哦，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哈，哎，联总会的主席鲍尔现在被人家批评说谎，哎，主席都还说谎。你记得吗？央行总裁本来就有说谎的权利。不是这个说谎哈，是非常有这个疑问的。上次的联准会的这个开会 FOMC 的会后声明当中，鲍尔是不是讲？我们节目都讲过，他说我下一个动作绝对不会升息。对，大家就开始说啊，降息降息啊，非常鸽派嘛。好，但是呢，这两天呢，联准会上一次会议的记录一公布了以后，清清楚楚，还有其他官员。很多的官员都说，只要通膨一上来，他们毫不犹豫要升息。升息哦，鲍威尔那次没有讲实话哦。好，所以呢，你再来看一下哈，这个礼拜非常多啊，联准会有投票权的观点。我告诉你，联准会是一个合议制，不是主席说了算哦。不是鲍威尔说了算。最后12个人是投票哦，投票哦。好，那你看哦，这个联准会当中有一个亚特兰啊，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个联储的这个总裁啊，叫珀斯提克啊先生，他讲什么？他讲说啊，我们还要继续等，有没有耐心等？等啊！珀斯提克讲这个等以后，你看昨天那个两年期的那个美国的公债殖利率跳到接近了5%哦，十年期也来到4.47%啊，为什么？在波斯提克的鹰派谈话之后，华尔街对于今年第一次的降息，本来大部分都估9月嘛，也有估11月嘛，哈，现在进一步定价在12月，就大选头12月。虽然那难怪高盛的 CEO 说今年降息的次数是零啦，哈。然后我们看小摩的那个 CEO 戴蒙，哦，这个人也非常有分量嘛，哈。戴蒙说，哈，哎，最坏的情况还会停滞性通膨，为什么？你的经济慢慢的可能到下半年到年底的时候经济下来，但通膨居高不下嘛，所以这种的言论哇，昨天很多，所以大家没管不了啊，辉达你多好，股票还是杀下来啊。联准会鹰击逼人是让昨天美股血洗600点的关键之一，那么其中呢，波音也是凶手啊。对，没错，我们再来抓凶手。昨天这个美股雪崩里面，整个引爆点跌的位就在波音了。波音是像。它是美国航太的龙头，哎，结果你知道昨天最新的讯息，尾下面的，因为他的财务长出来说话了，他说，哎，目前为止第二季到时候的现金流比第一季还要差，这还不是最严重。他说，2024年归你哦，他的自由现金流量全部都变负的 minus。我跟你讲哈，这非常的震撼。那我们就来抓啊，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背后的原因，你为什么这个现金流不行嘛，对吧？哈，那。在这里面他就讲，哎呀，都是阿公的阴谋。你知道目前为止他讲说，因为中他现在其实他里面飞机的库存，他今年最重要的一个市场跌中共，结果中国本来要给他买回零机哦。阿官你知道吗，原本84架的那个回零机，今嘛你看全年了，今年只交了多少，才22，才你22架啊，为什么呢？你让他讲，因为中国它增加了很多审查的项目，它居然要在它的驾驶架里面还要有录音记录，弄了 local show 是中共的阴谋。可是我跟你讲，阿关，我跟你讲，恐怕不完全是哦。为什么？因为它的品质已经出了比它大的状况哦。波音自己一直出包，一直怪别人。对，我跟你讲哈，它整天在出事。对，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国这个营造它的品质？我跟你讲，真的有人向这个美国的国会爆料，而且是前波音的员工，他说现在波音面临重大的一个情况，居然是哈，它里面。回能机它的整体的品质不是它烙链那个这个所谓的供应链供应不及的问题，而是它有一种所谓预期提早性的一个损失或失误。什么意思哦？把它翻译过来，有人发现它比正常的预估的状况品质更差。有个证明哈，现在波音777哦，我跟你讲哈，这个看了大家心惊胆跳哈，它现在被查出来，居然有可能是什么？它有可能在空中爆炸？为什么呢？它现在这种777的机型，现在有全球至少300架还在飞的都有，那他因为什么？因为他在发现他的飞机油箱。我们来看波音777哈，观众朋友注意哈，现在有报告说波音呢有可能会有空中爆炸的风险，理由是因为777的油箱附近的电气绝缘性能不足，导致油箱内部会出现点火源。那么一旦油箱有点火源，我们可以想见，那当然会爆炸，对，引发火灾或爆炸的几率就很高了。那么到底波音777有多少架呢？现在有300架。
有油箱爆炸风险，你知道吗？拥有这些飞机的是像，我跟你讲，美国航空、美国联合航空，哎，一大堆全部都买了他的飞机，还在飞。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安全如何去保障？我跟你讲啊，大家可能看了还没有什么尴尬。阿官，你知道吗？近期在5月21号前后哈，就在最近哈，我们有听说一个事情吧，就是伦敦飞那个飞机飞到那个新加坡航空，就最后的过程，急速在这个旁哈苏斯乱。流好，这就是那个波音的飞机，在那个机场里面是飘过来，就是777啊。哎，这个是这架是777，对，777，它的因为碰到乱流就有空中急坠嘛。对，后来查就是波音的回龙机。我跟你讲，那一场哈，那个新加坡的空姐满脸是血哈，为什么？她是说她从高空急速下降6000英尺，哎，那个是什么概念哈？我们去过那个什么大陆神嘛，就是那个六福村大陆神，据说它那个下降的速度跟幅度几乎是它的10倍以上。就是那个 combo 的那个感觉，我跟你讲，一堆的乘客在里面哈，我跟你讲大呼小叫哈，很多人还在那边阿弥陀佛，或者是这个请主耶稣帮忙。我跟你讲，很多的乘客直接头啊撞到，因为它是急速下降，有没有？是头顶直接把他那个维林格的机舱给撞破，然后直接本来那个机舱不是怕发生事情，他掉那个氧气罩吗？就他直接把氧气罩的洞口给穿破。哦，那据说那个空姐啊，那骨是那个骨盆全部粉碎，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的品质管控有多么严重。不是777哦，对，737也出问题，对，747也出问题。对，我跟你讲哈，现在就是到处在抓，所以美国的 FAA， 美国哈这个联邦它的这个航空管理局已经讲了，他从今年那个几件事情出来之后，他就讲，哎。你波音5月9号，听清楚，现在都几月几号了？5月9号，你要赶快提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品质报告，你要给我。到说目前为止都没有，但是5月9号迎来什么？来，我跟观众朋友报告，5月8号，他在全球的波音飞机，在767哈，他在那个土耳其那边的那个客机货运机居然整个坠毁。好，5月9号当天发生什么？737。他的客机哦，他在那个非洲那个地方坠毁。哎，我跟你讲，都是过去式哦。还有最近的5月10号，哎，连续呢737的，好，他的那个客机，他是这个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出现大状况。那比较要紧要命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飞机哦，在那个急坠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两人丧生，确实出包不断了，也不是只有这几起事件了。对，所以波音的股价会大跌，不是只是因为中美。贸易战阿公的阴谋，他自己有要检讨。但是我们回到盘面，那美股大跌，血洗600点，为什么台股撑得住？来，昌兴，是，我想应该是说，整体来说呢，台积电因为黑打的关系，那台积电没有跌嘛，今天是开低没有错。那台积电一撑住之后，哇，整个盘面呢，大家可以到中小型股呢，基本上就活蹦乱跳。所以现在变成怎么样？整个现在的市场呢，变做什么？变做上柜，就是柜买指数来做撑盘的动作。所以变成怎么样？现在的盘面呢，又不是外资为主导了，现在变成内资的主流股在做主导。所以今天看到柜买指数，今天柜买表现不错啊。对，因为柜买这段时间是相对积极比较低的。对，好，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柜买指数还反弹上涨了超过1%，当然是强过大盘。所以我们回到小型股来看，因为柜买指数会涨，主要当然就是小型股的活泼表现嘛，包括你看旺系。对。好，旺系表现很好。对，然后信华这个信华也很好，涨9.97%。高价股嘛，那拉到涨停嘛，那预跳早涨。所以你看，上柜哦，这边都是上柜的半导体跟网通，这电子系列就撑起半边天，所以整个就把整个指数就撑住了。所以现在就变成资金从大型股又流到小型股，而且小型股是流到什么？半导体跟网络通讯跟电子零件。所以小型股现在开始有些资金进驻了，对不对？对，一些钱流进去了。对，那流进去呢？其实我跟大家讲，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样子哦。那但是在今天都出量了，对不对？对，那这些小型股呢，很多都是怎么样？今天开始发动，包含长科做导线架，那博远是做记忆体，金鸿是做电子书，这些都是盘之后往上走。那下面这个呢，其实都跟光通讯跟卫星通讯比较有关系哦。升达科续创新高，那为什么我选华星光跟前顶？它是一消一涨的概念。华星光是昨天发动，哎，今天停下来变作前顶，今天我拉上去了，所以表示说这些光通讯的小型股，它就有什么一刀一棒接一棒。第二是小型股开始吸引资金进驻，第二是小型股直接轮动非常快。但是我们还是要回来讲 Nvidia， 来，我们来讲一下 Nvidia 创新，是因为昨天全村的希望 Nvidia 确实表现不错，对，没错。虽然刚刚蔡总不断强调独木难撑大厦，对。但这个独木还是要好好谈一下。对，如果应该是说哈，虽然是独木了，但是这个独木是全世界都在看的独木，而且在做
工业革命，这是别人说是最新一次的工业革命哦。虽然看到美国道琼指数是跌六百点，可是 Nvidia 是破千元创新高。那这个创新高之后呢，其实让大家好开始去思考说，那 Nvidia 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昨天呢，其实 Nvidia 一涨到1037块之后，它的市值我们来看市值哦，已经大过特斯拉再加上亚马逊哦。特斯拉加亚马逊，特斯拉加亚马逊，亚马逊在那边，然后特斯拉在，亚马逊在这里嘛，对不对？特斯拉，特斯拉加亚马逊，辉达已经超越这两家加起来了。对，那其他现在是第三名了，第一名是那个微软，第二名是苹果。那苹果现在股价很差嘛？那搞不好你看已经第三名是 Nvidia， 对，第三名就 Nvidia， 第三名是 Google， 对。那如果在沙特阿美，对，我们的台积电大家很关心啊，我们台积电现在是排第九，对，台积电是第九了。不过台积电，各位看到台积电跟所谓的辉达都是一路往上，所以在特斯拉财报公布出来超乎预期的同时，大家知道哈，整个特斯拉的营收是增加了260%，而且它的获利是增加7倍。那最重要，我认为其实里面最重要的是。也公布一个什么？他要一拆十，就是要拆股。所谓的拆股得公，股价太高了，大家看到昨天超过千元了嘛？对，1038嘛，大家知道1038的意思是什么？每股是一股一股买了，所以一股就是32000多块台币。所以如果你买100股啊，你看是不是就300多万？所以他一拆十嘛，拆下来之后，如果拆成一拆十，就是一股就是106块，哦，应该是103块。那这样的话，哎，这样怎样？大家都容易切入，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昨天道琼是不是大跌？但是如果 Nvidia 拆股之后，大家就说，哎、欸、，Nvidia 就有可能被列入什么道琼成分股。那列入道琼成分股的好处是什么？哎、欸，道琼成分就开始做什么？开始做调动，因为道琼指数基本上哦，跟纳斯达克比较不一样是，它是看你的股价，你1000块加进去的话，它波动太大，所以你当你拆股的时候被100多块，就有可能怎么样加入道琼成分股，然后把道琼成分股开始改头换面。那关你知道谁被踢走吗？就是 Intel 被踢走，所以 Intel 本来占 Intel， 所以就 Intel， 你看 Intel 的股价是不是一直跌？是，它现在占道琼成分的0.5%，很危险啊！第二，快要逼近破底了。第二，第一个是股价破底了，第二个它的市值节节败退嘛，那被踢出道琼成分股之后，它本来0.5%，可能怎么样还要受到卖压，那反过来就把什么拆股之后的什么 Nvidia 就放进去，那 Nvidia 还有一个利多就是怎么样，它既配息，要配什么？配每10美分，那这十美分是成长150%。所以就是说，其实 Nvidia 不但告诉你我营收很好，我还做了很多动作，而且我又配息。那基本上呢，我跟大家讲哦，这样一涨，昨天涨了2140亿的市值，比我们在用的什么 Photoshop 啦，那个什么 Adobe 那家公司的市值还大。那黄仁勋一个人现在的身价就是什么？就是900多亿美金哦。他现在是全世界17名富豪，因为他的资产都来自 Nvidia。好，那我想哦，其实下一个重点就是说，大家也在问哦 ，Nvidia 为什么会涨？啊，我想你也知道，大家都想说 ，Nvidia 应该是利多出尽嘛。其实就 Nvidia 他们的一个新业务，我觉得大家特别留意他的新业务，这个名字我觉得大家接下来应该会听到，叫做主权 AI。主权 AI， 对，主权，我觉得其实今天里面最、最，我觉得最让人振奋就是，我想其实你卖伺服器卖没什么嘛，对不对？过去卖给伺服器是卖给谁？变卖给那个什么？卖给微软嘛，对不对？然后卖给那个我们说卖给谷歌嘛，可是他现在动头脑，动到什么国家？所以也就是说，辉达新的部门叫主权 AI 部门，它的概念是这样的。每一个国家以前在硬通货时代，你要买拥有黄金，你要买拥有美债，这代表国家的国力。拍谁以后变怎么样？每个国家的 AI 力就是你的国力，这叫主权 AI。所以辉达接下来就是怎么样？他执行长讲了，每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它的云端服务、它的网络效能，还有它的 AI 的超级 server， 都代表国家的 AI 力。好了，那有没有人开始投？有。瑞士电信从瑞士开始就开始跟什么跟辉达来订购什么主权 AI 的超级电脑。那大家想想看哦，为什么大家想说这样的 AI 还有机会往上走？因为以前是商用的嘛，现在我要把 AI 的什么这些超级 server 卖给国家，那就用什么？就用国家预算来买了。所以现在的这个辉达哦，我认为昨天会大涨，是因为这个主权 AI 的关系，因为又有新业务出来，这个新业务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一个收益哦。但是对一般老百姓而言，老师一拆十又已经大很多，因为本来1000块，一拆十之后剩
100块，有没有？就差这些啊。所以很多人想说，我能不能去买 NVIDIA？ 但在台湾要去买美股，要付委托，其实还蛮麻烦的。所以老师，如果我们想要买 NVIDIA， 有没有 NVIDIA ETF 啊？有。我们现在用台币买的话，含金量还蛮多啊。那我们从这张图表来看的话，2023年持股第一名的话是目前的富邦未来车，第二名的话还是一样，就是这两个集团其实是同一家，国泰的智能电动车哈。那当然跑第一的话，就是从去年啦，去年持有8.75%的兆丰洲际半导体跑第一啊，调 NVD 啊太高了，干脆给他持股变零哈。但是这一些我认为是说这样子啊，当然是这些都是有含灰量的 ETF， 对不对？对对对，应该说含灰量哈，因为含 NVIDIA 的。那当然第一季啊，这个辉达真的是超预期啊，这个学那个费德的那一套，超预期低于预期。可见啊，如果说这些股票如果说超预期的话，我想这个费德啊要降息的那个梦啊，恐怕还有一段路还要再走哦。那当然，这个 AI 的演算法的话，它有一个风险存在哈，那演算法的进步的速度应该不会跟今年以前一模一样，应该会放缓哦，而且也有可能会不及于预期。所以因此，我们把刚刚我们台湾的这几档 ETF 啊，把它拿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看先看右手边的那个图形。右手边的。那右手边那个图形的话是看起来很复杂。对，那当然这是持股跟0050去做比较，0050是比较绿色的中间那条曲线哈。那当然最高的那个跑第一名的那个，就是刚我们公布的最多持金量含金量的00895富邦未来车的那一档。但是为什么那个有点咖啡色的啊，跑在下面哈？那是第二名的国泰这个智能电动车的00893，为什么呢？因为它含金量的第二名啊，竟然是特斯拉，特斯拉跌太多了哈。所以万一它有特斯拉又有 NVIDIA， 对，那就会两相冲突。对，两相冲突。其实这个就是怎样？这个就是投资组合的悲哀。那有没有那个比重 NVIDIA 比较大，然后没有那些拖油瓶的？当然有啊，那大概就是那个刚刚哪一档？刚刚的895这一档啊，895这一档。那当然跑第一的是不是认为说吗？对，就是富邦未来车。但富邦未来车里面就有特斯拉不是吗？有，但是它排在很后面。那我就不要特斯拉啊，它排在很后面。但是没办法啊，特斯拉它含的 AI 的那个成分也非常多，你要握有这个 NVD 啊。所以台湾的 ETF 如果是就像台湾有很多 ETF， 那个台积电的含量高达40%都有，对不对？那有没有那个 NVIDIA 的含量很高，高到比如说30%以上、40%以上这样的 ETF 有吗？没有啊，没有，没有，就那个最高的895是最高的，27.89%，这是最高的，这是最高的，所以00895已经最高了，但是里头又有特斯拉在挡波，对，干嘛？欢乐欢乐哈。那没有办法啊，它追踪的指数就一定要含有特斯拉的这种成分股了哈，只是说它可以自动的去调整说它的权重到底要高还是低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到底、但是它也是可以换股，对不对？对啊，还是可以换股，但是换股的话成本就会加剧啊，因为如果说它的成分股如果换掉一半以上的话，但据说他们下个礼拜有很多档 ETF 需要换股的。对，但是这个 ETF 的话，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规模。其实规模的话，我把这个台湾这个整体的规模排序完之后，前十大的规模把它加总起来之后啊，大家知道这个规模多少吗？规模大概将近2兆多啊，跟台湾的一年的这个支出，政府支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右手边右手边是什么？右手边是今年发的。今年发的话，我把今年还没有过一半总共的加总的金额总共来到2915亿。大家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吗？大家知道北台湾的这个新成屋跟预售屋啊，今年第一季的发这个销售量多少吗？2600多亿啊。整个半年来发行的这些 ETF 竟然可以把北台湾的这个新销售案全部把它买下来。现在 ETF 超级超级热啊。是啊，所以这些钱原本应该要进房市的，竟然现在都进到这个 ETF 去了。现在房市已经创新高，再进房市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还有最新消息是在新北市是破百万的案子已经越来越多了。对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规模量啊大。当如果说投信公司一换股操作的话，波动性绝对会有的，
所以一定会冲击到所谓的股票，再来冲击到一些投资人到底要去买什么。我们请昌信也帮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现在观众朋友非常非常关心的是，如果我很想买 NVIDIA， 对，但是我又不希望透过副委托这么麻烦，对，韩辉的 ETF 怎么选？我觉得是这样子哦，一个叫韩，因为它的韩辉量都不是很高，对不对？对，一个叫韩基，一个叫韩辉了。我觉得那韩基是我们比较熟的。对，韩这个全球项，我先跟大家讲哦，韩辉量如果大家比较熟是，都要有比较不熟，我说明给大家听。其实它是国内投信发的 ETF， 可是它买的大部分啊都是海外，就是美国的公司的股票，所以你买进他们，等于已经买进美股了啦。那基本上呢，你买进它呢，到现在看，之前比较夯的是 FANG 啦，可是现在我们看涨比较多是895，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00895，对，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对，那我认为呢，如果这一段你认为呢，哎，你对这个所谓的特斯拉有疑虑了，那不然就是以费城半导体为主体。我认为呢，其实费城半导体的00830，对，00830这个费城半导体，就是说它一样哦，它不是以未来车为主体，而是半导体为龙为主体。那你看它的辉达量是13%，那其实它我认为呢，13%也相当的够。可是反过来说，我认为呢，如果大家往上去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干脆选含基量的。对，而且含基量我觉得重点，我给他特别给他选出来，看20块、19块、15块。你如果台积电太贵买不下手，那我们买含基量高的 ETF， 而且含基量高，而且还低价。如果你去买00501160几块，哇，一张怎么16万？你买不下去嘛？你定期定额也不好买，所以我认为呢，反过来哦，如果含基量跟含辉量你都去选的话，那反过来在台湾的话，台积电你看好，可是你买不下去。我跟大家讲了，你台积电买下去的时候800多块一晃你就出掉了，可是 ETF 10几块你买了没感觉，而且还有两个是没创新高，你看927没创新高，892哎也没创新高。那大家来看一下00892，我觉得00892，你看最近的量能有，而且含基量是25%的状况下，哎，今天有量能起来了嘛？那它还没有创新高嘛？那这个时候如果台积电继续往上拉，而且是主流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其他的这些半导体股会什么？会跟着往上走。那当然呢，资金的轮动状况下，我认为 ETF 如果你定期定额，台积电创新高，这些 ETF 呢也会跟着水涨船高，你就不急着现在卖，反而有拉回的时候可以这么逐步的去买。那既然呢，我们要去买含积量高的 ETF， 就要来了解台积电。对，台积电正在举行技术论坛。对，这一次有什么亮点吗？我觉得说，其实台积电的亮点就是说，大家一直在问哦，台积电到底现在有没有量产？其实我先跟大家讲，今年度台湾跟海外的7座厂全部都顺利的运行，没有问题。可是大家一直在问，基本上台积电的3奈米良率如何？其实现在看起来基本上良率是到80%到90%，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7个厂，即在台湾的5个厂，海外的2个厂继续下去够。好，那接下来大家问，那海外厂有没有问题？我看最近的报道都在写，美国厂可能有问题。我跟大家讲，25年美国厂就会实地厂就开始准备量产了，28年美国2厂就怎么样顺利量产。那熊本厂呢，现在已经开始够了嘛，对不对？熊本2厂在27年，就2027年也会顺利量产。德国是最慢的，对不对？德国的这个德国厂也在2027年会顺利量产。所以对于台积电来说呢，不但现在3奈米是什么产能是满载没够用，而且新的产能、新的扩厂动作会持续的推出来。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台积电技术论坛里面，大家一直在问的2奈米，2奈米到底有没有机会？2奈米代表有机会，大家可能在本来从3奈米到2奈米嘛，对，2奈米2025年。现在呢，其实台积电呢，基本上内部也是出来说，2奈米的什么，它的转换率90%，然后它的良率80%，基本上跟3奈米差不多。那在2025年呢？基本上就往上拉，所以等于是怎么样？2024年走的是3奈米，2025年走的就是2奈米的进程。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认为台积电就是抓到 AI 的趋势。我们回来看大盘，来蔡总，大盘最近和美股看来是脱钩哎。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哈，5月到今天，涨了1168点，涨幅这么大，所以今天你看到亚洲股市主要的亚股，南韩、日本、香港都至少要跌1%，我们跌42点，太强了。谁？台积电。台积电贡献5月份大盘哦800点，就70%的涨幅就在台积电。
所以从今天开始，因为每天在投台积电，我都不知道怎么投了。但是下个礼拜就最后一周，马上进入六月。今天盘面有两个亮点，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思考。你不可能六月啊又是台积电嘛？因为大不可能六月又是台积电吗？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月 K 就五月的月 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月 K 啊，这个 K 值啊来到空前的94%哦，以前95%大概都一定回啊。K D 值来，我们看一下 K D 值，你看 K 值很可怕，涨了快1200点，但现在有可能高档钝化啊。哦，我告诉你，那 K 值哈已经93.9，就94%了。紧绷是95%，所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股票可以撑住台股的信心，让大盘继续涨。第一个高价股，我看行情要多头，高价股不行啊不行。前一波的话，高价股不怎么样，但今天呢，股王争霸战哇，外资都来投票，大部分都压四星 KY， 因为说啊，你 IP 是跟信思嘛合作嘛那 ASIC 的这个市场啊，哇，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哦。那所以啊，大家都说，我给你4000块的这个目标价。但是我们看3661的四星 KY， 它现在是2870。对，外资看到4000。对对对，就外资是压它是股王啦。但你看一下，哇，四星 KY 反了，这一波跌了快腰斩了。我们看 K 线你看4565跌到2500，一路跌到2500，跌45%，近乎腰斩。但今天开始强攻，我觉得问题在我们再回来六宫格。事实上，这一波的股王争霸战赢的是谁？是信华，因为辉达它这个地表最强的 AI 晶片，我们都讲很多 GB200 啊 ，GB200 它做 GB200 的供应链，做远端的遥控的管理的晶片嘛。但是就 EPS 来讲，四星比较厉害哦，它第一季15块哦，信华10块哦。但是呢，为什么这个信华会窜出？你来看5274的信华，今天攻到了涨停，而且早上很快就涨停了它创下了波段的一个高点。为什么？跟机器有关。四星 KY 去年涨315%，起啥倍耶？涨太多了。信华涨85%，这个所以啊，外资压错。压错不是看错基本面，基本面的确是外资的看法，确实是市心比较好。但是因为基期的关系，哇，你跟顶你去300几%嘛，你现在再拉起来，有人就给你丢嘛，所以压下来。信华涨得不多，所以呢，今天这个盘面第一个亮点就股王争霸，把一些高价股带起来。第二个，货柜三雄代表是人气的股票，那当然现在阳明跟万海还在关紧闭，他必须到下个礼拜四礼拜五。紧闭就关了，有人就已经知道，只剩啊一个礼拜开始布局，所以今天这个货柜三雄啊，股价平均都涨了差不多4%左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基本面，那昨天的万海的话说讲了几个重点，他说货柜的旺季啊，从7月提早到5月，那全球的这个闲置的运能啊，只有0.7%，预估第三季还会涨标。粮缺缺柜缺仓了哈。好，我特别说明一下哈，万海是全球主要的行商第一家喊第三季运价还要涨。你看其他的什么达辉啦这个马士基啦，都还没有喊涨。你看达辉，他是说运价下半年有望回跌，等于他认为第二季好，但第三季可能就下。那我们要听谁的？我告诉你万海的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为什么？因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鸿海危机让那个欧洲线的话，是一个航线要绕道，大概以前要12艘的船，现在要多2艘，要绕到快到15艘。那这个产生效应啊，结果美国线现在缺了以后，晋阳线，所谓的晋阳线就大中华到比如东南亚到日本南韩这个地方也开始缺，涨价现在涨在晋阳线的幅度更大。6月1号开始了，他们的附加会要加50%，然后呢，万海是货柜三雄当中晋阳线的比重最高，它亚洲的花货60%，所以涨价它受惠最大。对，所以它的股价冲起来了再来我们看今天另外一个就是股东会的是阳明，阳明的股东会也释出了很重磅的消息阳明说这个他下半年的状况持续的看好。所以有法人现在根据阳明这个上午的这个股东会
把阳明今年 EPS 从8块上修到10块。好，但是你来看一下哈，这个阳明的股价就在这个地方啊，关紧闭的时候盘整啊，盘整。但是好，盘整关紧闭股票下不来，通常两种，第一个就主力的股票是，他们不能出嘛，等出关了以后再拉嘛，对不对？但是阳明万海不是这一种，就是他还没有反映他的利多他的基本面，所以你看再回头还有后面的基本面利多下不来哈。那2615的这个万海哈，你看，它的股价今天收在74.9，快突破这个高点嘞。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话说啦，股东会啦，那因为这个关紧闭解除了以后，他们的成交大，人气股他有办法把大盘这个撑住。盘整关紧闭股票下不来，通常两种，第一个就主力的股票是，他们不能出嘛，等出关了以后再拉嘛，对不对？但是阳明万海不是这一种，就是他还没有反映他的利多他的基本面，所以你看再回头他还有后面的基本面利多发酵。那2615的这个万海，你看，他的股价今天收在74.9，快突破这个高点嘞。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话说啦，股东会啦，那因为这个关紧闭解除了以后，他们的成交大，人气股他有办法把大盘这个撑住。好，但是到底下个礼拜我应该要怎么选股？因为一方面来到五月底，刚蔡总说，六月份有可能不是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了，有可能整个盘面的主流会出现转换哦。但有很多分析师跟我们说，在六月马上有 Computex 啊，马上有电脑展呐，又是 AI 的天下。那如果是 AI 天下，那台积电又怎么会缺席呢？所以到底台积电，我们又要来投台积电了。来，回到台积电，来，台积电在今天收在867。小幅度回档，我们看到这个波段其实近期都是一样，它稍微整理一下就又上去，稍微整理一下就上去，现在稍微小幅度的回档，是不是代表又是上车的好机会呢？各位怎么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台积电上车的好机会呢？请举牌。一二三四五，蔡总，你刚刚不是说不是台积电还是好，但是不会说像五月份那么好。五月份它占大盘70%的涨幅啦，不会这么夸张。所以现场还是给了5个圈。那如果台积电还是好，但不会像之前那么好，那么最好的会是谁呢？会是航运股吗？因为刚刚我们特别看了航运股，说后续还有基本面的利多还没有发酵。各位怎么看航运股？请举牌。下周航运股怎么看？一二也是5票圈，来，宪哥。台积电是台湾的宝贝了，它不是不只是护国神山，现在是台湾的宝贝。那它已经跟 NVIDIA 两个人已经合作会了，所以 NVIDIA 如果看好，你就不能看坏台积电了，这一定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我们讲说，反正你如果真的想要买台积电的话，那你就是赶快买啊，先一笔先喝了，至少先占个位置了。我记得之前，宪哥说不要等了，对了，不要等了啦。那不然你就去买0050啦，它有49.7%的台积电也可以啦，这比较简单。它的价格那个含积量很高嘛，非常高。对对对，含积量很高啦。那你刚刚讲到航运了，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快六月了。那六月之后，大家看到就是你上半年到底赚多少？你第一季你都可以碰轰嘛？你在去年12月到第一季这个中间叫做财报空窗期，你是一直在做梦，一直在画圈圈，结果到现在第一季公布出来不遐好啊！现在第二季还是不行啊！你卖牙讲啊，对不？你卖牙讲，你请最近那个所罗门，铁轨那碳两角银呢，2.1毛啊，那2毛1已经涨了3.5倍了啊！你这个用，我今天继续涨没有，他现在在轧空啊，他轧到7月4号啊。一加到7月4号，但是我讲你这么戏剧，真正你卡位爱卡底爱抹三种，有可能接到最后一棒啊，对不对？咱不是讲看伊无好，未来足好诶，但是无好个遐好啦。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应该是回归到基本面的范畴啦。好，来，段老师呢？段老师也是台积电举圈，航运也举圈。当然，这个热潮是停不了啊。其实最重要的原因都在美股啊。那当然，这个美股的话，未来预期又有可能会是降息。那降息对于科技股是一个大利多，但是现在看起来，降息可能在大选之前，恐怕
恐怕是没有望了。对，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非常好啊，是是。所以如果是降的话，那降息可能再延后。那延后的话 ，AI 我觉得热潮还可以再延续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刚好又碰到降息，如果降息的话怎么办？那就是它的一个利多。如果在评估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利率 越低，对科技类股的评价是越高呢。是，如果这样子再延续下去的话，所以就是说现在先来反映电脑展，然后反映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反映降息，可以一棒接一棒。老师的看法是这样，对，所以不见得晚降息，不见得是利空啊，是没错，反而等到后面再来发酵，反而是利多，反而是利多哈。那么说到电子股，说到高价股，我们来看大力光。令我们跌破眼镜的是，大力光竟然爆出沦为盗用德商手机镜头软体的盗版小偷，而且遭到了起诉，在31号要开庭。这到底怎么回事？大力光过去不是我们一直认为的老实树吗？怎么会用盗版软体呢？对，大力光的董事长林仁平最注重的就是专利权跟著作财产权，而且他过去经常因为专利权告人家嘛。从2013年过去的10年、啊，告了多少？告了三星，告了惠普，告了先进光，告了那个玉晶光，而且每一次都取得胜利，而且每一次要么要订单，要么要这个所谓的授权金。那有可能啦，人家大力光那有可能做这个事，结果就真的有可能啊。为什么？他就是买正版的软体，这家公司是德国公司，叫 MV 科技。这家公司他有一个叫做光学校正软体，他买他的正版软体以后去复制很多很多的大补贴，然后用在他很多很多的机台上，结果被抓到了。那被抓到台积的大条啊，所以在上个月中检，就台中这个地检署，他已经正式的提告大力光公司以及里面有10个高级的干部，涉及什么侵害著作财产权以及诈欺罪，可能这个球场金额会超过10亿台币。其实对大力光来讲，10亿足少的啦。一看到我当下，他有一季哦，光是那个汇兑损失就34亿了。所以10亿都足少的，这代志哪会冒出来？我想要杀无啦。不是，如果10亿足少的，那为什么要去用盗版软体呢？对呀，啊，伊这那贪一亿尔，给一亿瓜尔，结果他这个被抓到以后哦，他采取三不政策。第一个，他那个盗版软体还留在电脑上，被那个检察官发现有好几十台。好，我们检察官有发动搜索吗？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讲说有多少台了哈。结果他怎样？第一个，他没有把那个大补贴卸下来，这第一个。第二个，不和解。第三个，不认罪。他三不政策的 keyboard 啊，而且都不一个偌大条呢。伊吼，伊迄律师有够厉害，迄应该是王牌律师，应该钱就袂少。伊讲我讲哦，你即马内底吼，你检察官来甲搜索我机台，我机台内底有我营业秘密，所以这一些数据，你其他那对方的律师不能来阅卷。哇，对方律师 keyboard 那我就有代志啦。所以这个代志到目前应该是未收山。那本来他这个软体是2005年就开始用的，是那用的呢？这一次会发生事情，是一个离职的员工他踢爆出来的。那原来就是你这家公司当然希望大力光是台湾最大的光学啊，那你这个光学的校正软体你用最多，我当然你是我最大的客户嘛，那我就给你一个什么一个那个试用的那个版，那试用版里面有一个序号。那这个试用版你用啊，你阿官你都买一台新机啊，你这试用版插落吼，啊，就落去试用看嘛，哎，袂歹，啊，这台会使，校正好啊，哦，哎，安尼，但是安尼了，你应该干哪？你今年加600台，你全部你嘛加买300套啊，对不？因为咱一台电脑，咱加迄个微软不是拢一台一套有无？哦，啊，那恁公司的先20台、40台，你就买营业用的，哦，啊，你我请我家己我个人用，我一年可能爱3600块。买啦！我较早去巴德路买一个大部队，那50块、100块，你知道？这个的概念就是这个概念。但是企业怎么能够？对，但一这么弃用到2018年的啊，2018年年底，台湾的那个 MV 的科技的总代理就直接发文给大力光说，我们到2019年的2月，我们不提供这种试用版的序码，我不会提供啊。啊，是啊，大力光光来，赶快你去查一下，到底你们生产端到底要多少软体数量，以及那一些金额哦，都提报给我。结果呢，
他们的总处长应该是研发的这个总处长，就直接指示那个副处长说：“没啦，别去提供了，我还讲恁家己吼，家己来吹用盗版的就好，来个研发。”结果他就去研发，哎呦，够厉害呢！研发什么虚拟王子以及城市，去破解 MV 的它的侦测系统，而取得正版的资格。我是假的哦，我这个版是假的哦，我是大补贴，但是我都阿官，你远端你给他监控嘛，我到底有你用几台？我可能给你买二十台、三十台，但是我可能三十台用三百台，我可能给你买三百台，我用三千台，意思就是安尼啊。啊，但是我用这三百台，对你来讲，你逐天拢看啊。啊，我另外三千台，你用吼，你看无？你还是给我认证，你以为是真的哦？所以现在无来踢爆，真正杀无，你知道？好，结果就是因为这个代志变啊。好，现在变。最主要关键就是刚先生所说的，因为有人踢爆，所以我们现在马上为您视讯连线吹哨者 A 先生。 A 先生你好。对，你好。好， A 先生你怎么发现啊？是有一次主管在参会之后，跟大家分享说他是如何破解那个软体的，他说这个破解的方法很简单。所以主管分享他怎么破解，然后鼓励员工去破解吗？鼓励员工去用盗版的吗？他有指示他下面的员工，对，然后并且是把它复制到硬件里面，然后安装到产线的每一台电脑里面去。那你知道数量有多少吗？或者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去 copy， 怎么去复制？那么这个过程你清楚吗？非常清楚。好，那你可不可以讲讲这个过程啊？他们是透过虚拟的方式制造出一个假的 Make， 这个 Make 有点像是手机的 IMEI 嘛，它是独一无二的。他仿制了这个 Make 之后，是欺骗这套工业软，让这套工业软以为他有正版的，他有购买正版的版权，但是实际上却是没有，他是用破解的方式。是不是像刚刚宪哥说的，让对方误以为？公司明明是用盗版，但其实用的让他误以为是用正版，但他其实是在用盗版。对，没错，欺骗电脑。他是自行研发破解的，然后里面的数量是数千台，数千台啊。是不是像刚刚宪哥说的，让对方误以为？公司明明是用盗版，但其实用的让他误以为是用正版，但他其实是在用盗版。对，没错，欺骗电脑。他是自行研发破解的，然后里面的数量是数千台，数千台啊。对，然后让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有点像是他盗跑了一个 VIP 房的钥匙，然后跑到了 VIP 房里面，用尽了一切的设备之后，却完全不付钱。所以这样一年可以省多少？因为像先被求偿十亿嘛，对，你们他一年省的数量非常多，他的机台是数以千台，数以千台。对，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勇敢出来举报呢？因为我认为大立光平时在新闻媒体上的形象都是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他对于剽窃的行为非常的深恶痛绝。对，没错，但是实际上他内部却是在使用盗版软体，却是在自行的破解软体。然后这套软体它主要的是在做解析各位的手机镜头。各位来宾可以看一下你们的手机镜头，只要是有用到美国苹果的手机镜头，或是韩国三星的手机镜头，是只要你看一下这颗镜头，只要是来自大立光出产的，都有经过这套软体的解析。而且大立光他们破解的是高阶版本，是 SDK 的版本，就是全功能开启，跟其他比较低阶版本是有价差的。大立光是特别是自行破解。好，所以这是来自于公司内部的吹哨者。那么大立光现在整起案件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我想最后司法会告诉我们真相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们也来看，大立光也发了声明了。大立光声明是说，本公司因为员工软体使用的争议遭到台中地检署依违反著作权而起诉含一名研发主管及其他八名员工，本公司代表人及前任代表人或不起诉处分。
而另外呢，大力光又说，去年三月获地检署通知之后，就主动联系外国原厂以及台湾的代理商，那么秉持着最大善意，要积极解决这个争议，希望能够早日米平争端，同时也始终全力配合检调单位一切的侦查作为。好，这是公司方面所发表的声明。